我们现在应该快到了。应该，这是一个很不严谨的用词。儿子，没关系，咱们再等等。那个白阿姨，我去给他打个电话，我问他到哪儿。跟几个人多待一会儿吧，你想什么呢？你真的是。你是卖房子的，不是卖身的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扭扭捏捏的。谁卖身？陆昨儿呢？没人接了吗？再打给他。打着呢是吧？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景先生，现在可能是堵车的时间，不好意思啊，再等一下。 郑导，这位先生找您。我是曾店长，你是？我是骆小姐的代理律师，我姓张，你们可以叫我张律师。我今天来是代表骆小姐来处理一下关于这套房子的相关事宜。因为在本次交易过程当中，对骆小姐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，所以骆小姐拒绝买下这套房子。什么？不是你等会儿，买套房子跟身心健康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能不能让自己来说？这房子有什么重大事件啊？抱歉，因为骆小姐看完房子以后受到了惊吓，所以她本人不能亲自过来。那就按照约定赔偿吧。好啊。根据你们之前签订的协议，骆小姐无需进行任何赔偿。 你们意向书这么不严谨的吗？谁允许你们随意更改公司的格式文本的？白阿姨，景先生，这件事儿一定是有误会。我们见到骆小姐本人，跟她好好聊聊。她要是想面谈的话，就不会派律师过来了。意向书是我改的。 不靠谱的人，不然做任何事都不靠谱。妈，我们必须要换一家中介公司。哎，夫人，哎，抱歉了，抱歉。哎，儿子，你还不赶紧找你客户去？陈真真，你给我过来一趟。谁呀？来了。 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昨儿在吗？在呢。哎，昨儿你跑什么呀？程程来找你。我昨儿……哎，程程，你们俩好好说啊！阿姨给你们弄点好吃的啊。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程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上班啊？ 你怎么想的呀？啊，你要不想要那套房子，你直接跟我说呀！你直接告诉我，你找律师算怎么回事？耍玩啊？这事儿又不能怪我，你卖房的时候你又没跟我说这房子风水不好，好在昨天白老太太告诉我那房子有姻缘煞。你看，我还没买那房子呢，你就开始凶我了。不是，你是说？ 白阿姨昨天告诉你那房子风水不好，对呀，人家阿姨多实在啊，哪像你啊！你说你们有没有常识啊？公司的合同文本，那是你们说能改就改的吗？我这现在是觉得问题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，白阿姨的委托还没撤，骆小姐的定金还在我们手里，但你们要吸取教训啊，那不能总这样，是不是？ 得尽快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。我知道，你说里面你们的疏忽，
如果白阿姨真的要撤单，我们花艺店的名誉损失，那不是用钱就能弥补的。你们俩啊，别费劲了，这单成不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说什么呢？我说实话，这老太太根本就没想卖这房子，所以才想出来一什么姻缘煞吓唬这骆左儿。我估计啊，这都不是第一次了，不一定之前吓唬了多少人呢。嗯，照你这说法，买家卖家都有错，就你没错。邵鹏程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态度非常有问题啊。修改合同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马上月底考核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考不好的话就立马给我走人。今天这事儿你们俩每人给我多发500份传单，好好吸取教训，反省反省错在哪儿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你威胁我啊？你说你身为一个店长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威胁别人，你反不反省自己啊？你跟谁说话呢啊？你这店长，今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阻止客户修改合同，我知道错了。这样吧，我再去找一次白阿姨，求她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傻子，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脑子有问题是不是？我都告诉你了，人老太太就没想卖这房子，还故意攒一局让咱俩给当垫背的。不是你为什么非要赖着不放吗？咱俩换一个人不行吗？邵鹏程，每次都是你说你有理，那么嫌烦你不要当中介啊。我不管白阿姨是不是想卖房子，既然她委托了我，我就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心仪的买家，再苦再累我都是心甘情愿的，要不然她凭什么给我中介费？这房子你爱去不去，我一个人去。店长，我先去找白阿姨了。去吧。你叹什么气啊？你看人陈真真什么态度？你再看看你。哎，你不用教育我，我已经无可救药了。嘿，看你是真无可救药了你。哎，哎，没看出来啊，这程真真还真是有那么一股子机灵劲儿啊！我就说呢。怎么对白阿姨家的事儿那么感兴趣？原来是冲着白阿姨家那优秀儿子去的。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切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能不能不诋毁别人啊？程真真是你说的那样吗？人一向是非分明，都跟你似的鬼点那么多。你有病吧你？招你惹你了，你说我干嘛？再说这些话不是你说的吗？说人家奔着白阿姨儿子去了啦，现在又开始维护人家来了，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我不是维护他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怪你吗？要不是你搞不定那老太太，把这锅甩给我们，至于有今天这事儿吗？也就是程真真傻把这烂摊子接了，你好意思吗你？你嗯什么你嗯？我们说话有你什么事儿？边待着去。行，我是没本事，我卖不出去房。你们一个个的不是精英能干吗？不是路子宽人脉多吗？你们怎么也被那白老太太给耍了呀？啊！现在啊，我就擦亮眼睛，我等着看，我看你们到底怎么搞定那老太太。切！哦，来了来了。谁呀？真真啊。白阿姨。我是来给您道歉的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对不起你。这次这个事儿真的怪我，我觉得特别难过，我想来给您送个果篮，给您道个歉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道什么歉？有什么歉可道？快快快快，进来进来进来，阿姨不怪你。再说这个事情也不是你的错啊。那说，阿姨还得好好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啊，我要见到我儿子，那得等到春节以后了，你知道吗？想不想看看？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儿子各方面条件特别优秀，从小就喜欢音乐。你听，听。
他拉这曲子，还是当年我先生教给他的呢。竟然也特别喜欢这曲子，每次回家都拉好几遍。真好听。哎，你先看着，我给你倒杯咖啡去啊。谢谢白阿姨。这次来是想跟您还有阿姨说对不起的。啊，算了，我母亲在我面前说了你不少的好话，还有，我希望你们对待工作可以稍微专业一点，不要总是浪费我时间。那个珍珍啊，既然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啊，他这人就是面冷心热。妈，我先进去收拾行李了，车马上就到。锦先生，您这么快就要回意大利了？嗯。啊，那个，他是昨天临时。这个急着叫回来的，那明天还有一个紧急的会议，所以必须赶回去。孩子大了，做父母的是留不住的。白阿姨，啊，那你快点去帮锦然收拾行李吧。嗯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俩的时间了。下回啊，你要弄花啊，或者家里什么东西，你就随时叫我，我马上随叫随到。哎，好了，珍珍，那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，你有时间你就过来看阿姨。这时候停一下，陈小姐，陈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捎你一段？我去花园店。上车吧。方便吗？方便。谢谢。
好像每次遇到你，你不是在跟我说谢谢，就是在说对不起。秦先生，你每次都是这么来去匆匆的。我本来也没计划回来。对不起啊。真心真意，匆匆回过两天，没有机会一晤，望下次有机会认识，当面请教。一定会有机会的，一个人在国外好好照顾自己，一路平安。谢谢。秦先生，您等我一下。师傅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的。秦先生，我再次为我工作上的失误向您道歉。这盆多肉是我养的，我想送给你。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白阿姨前两天跟我说，过几个月就是您生日了。谢谢。但是飞机上不让带这些花草什么的，我自己也不太会养这些花草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把它送给我妈，我妈一定会照顾好。好，谢谢。那我要赶飞机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我一定会送过去的。我一定会给你送过去的。你神经病啊！干嘛学我说话啊？你神经病啊！大白天犯花痴。喂，上班时间你去哪儿啊？道歉。小邵，你请这谢居士啊？是这样，白阿姨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有两件事。这第一件事呢，是我来先跟您真诚的道个歉。这最重要的是第二件事，我是来帮您破您家这个姻缘煞的。不用，我们家不用。白阿姨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您放心啊，我跟这谢居士好多年的交情了，您一分钱都不用出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是我儿子，就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是啊，白二爷，所以嘛，这就谢居士，您坐，喝水啊。房子很好，风水也很好啊。哎，很好，听见了吗？不过过于冷清，不利男主啊。什么意思？那个，白阿姨，您别多想啊，这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呢啊。那个，我再多问他，您先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踏踏实实的。那个谢居士，你看，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，是不是也算是老交情了？就今天这个事儿，
你必须得给我说出来个一二三，是吧？那我就再帮你看看。哎，谢谢，谢谢您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别着急啊。怪不得。叔，怎么了？那个白阿姨，我再好好问问他。您先别着急啊。那个，您详细说说这树怎么了呢？你看啊，树大招风啊，必招灾祸。那这树啊，它这好多年了，那就是说这么多年，这个房子风水一直就不太好，是吗？一直就有问题。哎呦，那这事儿吧，就那个白。白姨，白姨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白姨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说那么多，把老太太吓着了吧？这快走，快走啊啊！快走！白阿姨，白阿姨，怎么了？白阿姨，您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白阿姨，白阿姨，白阿姨，喂，是急救中心吗？老太太没大事儿，就是因为情绪激动，一时血压有点高，输点液，明天留院观察两天，再做个脑 CT， 没事就可以回家了。老年人血压有点高是大事儿，不能疏忽啊。行，我们都听您的安排。有什么事儿不能跟老人慢慢说呀？干嘛让他情绪那么激动？你们小年轻啊，要多顺着他们一些才行。是，都是我们的错，谢谢医生啊。哎，我发现现在真是谁逮着我都能叨叨叨叨叨叨，烦不烦？看我干嘛？老太太能吓我，我还不能吓唬吓唬她啊？邵鹏程，我本来以为你就是嘴欠一点，心眼还挺好，没想到你费这么大劲儿去传个局，折腾人老太太，就为自己出口气。你给我在这儿守着，我去缴费拿药去。医药费啊什么的，我都会负责的。嘘，别出声。喂，儿子，你到了是吧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哦，刚才我在那个咱们院子里散步呢，听见电话铃响，我跑进来的，所以有点喘。我没事，挺好的。啊，儿子，我不跟你聊了啊，你明天还有会呢，你赶紧睡觉，挂了啊，晚安。阿姨，您怎么不告我的状啊？我不能告我儿子，我住院了，要不然他知道他该着急了。守着白阿姨，你怎么又把她弄哭了？啊！出去！不是，别难过了，真正啊，不光是风水大师把我吓晕的，我呢，我一向气竟然的爸爸，我心里就难受。
这房子我们住了几十年了，我对他有感情了。白阿姨，你现在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别想这些事儿了。既然他爸爸是个特别浪漫的人，我那个时候下班回家，会惊喜地发现家里的窗帘的颜色变成了我喜欢的，沙发也会换成我喜欢的黑色皮沙发，还有桌子上会摆着一盆特别漂亮的鲜花，我们家里院子里的那棵树实际上是我跟景然爸爸亲手栽种的，我们是希望他能伴着景然一起长大，将来我们老了，我们坐在树下能回忆我们年轻时候的美好的记忆。白阿姨，你还有景然呢，景然一直想让你把房子卖了去国外生活，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好好照顾你。其实有的时候吧，房子它只是一个有形的建筑，一家人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家。嗯，阿姨，您吃点水果吧。哎，我先回去给您拿衣服，你照顾好我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好好的，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我这不怕你们背着我说我坏话吗？幼稚，做了坏事还不让人说了？懒得给你解释。钥匙给我，我去拿东西。你想干嘛？你都把白阿姨吓成这样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走了谁照顾白阿姨啊？你觉得照顾病人重要还是拿东西重要啊？给我。哎，邵鹏程。放心吧。所以说，鹏程刚搞砸一个单子。虽然没什么业绩，但是工作态度很认真，也算进入角色了。你喝点水。董事长，钟大夫叮嘱了，你不能老熬夜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我的这个儿子，我知道，眼高手低，他的这些表现都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他要是短期能做成单子，那才真叫奇怪呢。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按照您给的装修方案，今天晚上把活给您干好了。您看这个费用的问题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我验收合格，马上就给你付款。行了，您放心吧。理查德·米尔，经典款。没错，这表什么价你也清楚，这是发票。我们这里对于名表的典当呢，是按照三折付款，一个月两份利息，时间最长呢是六个月，你看你可以接受吗？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刚才说多少？两分？对，这也太高了吧！你，我看你们这也不像是黑店啊，这能不能再低点啊？都是这个价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别家典当行是什么样的。我们这里呢，还是需要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才能这样的。不是我，行吧，那个两分就两分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出合同吧。好，
那您稍等，我这去准备合同。好。回家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阿姨，好好休息。没事。那个，阿姨，阿姨，谢谢啊。还不错。真是为我费心了。在这个房子里，我生活了30年。它墙上的污迹，地上的裂痕，柜子被磨光滑的棱角，都是时光的印记。以前竟然老是磕到桌角，现在一眨眼都这么大了，能撑起这个家了。老井说，家人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他说的对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老井，我把咱家房子给卖了，我要跟儿子去意大利住了，你高兴吗？来来来，大家都来吃点虾。哎，
儿好吃，是吧？嗯。哎，你们说这个白阿姨真的肯卖房了？不可能吧？没想到吧？是不是后悔当时自己没多坚持一下，到嘴的鸭子就这么给飞了？谢谢你啊！你还气我？所以我早说什么来着？这个啊，只要你们用心卖房，没有什么房子是卖不出去的。你俩这次表现不错啊，奖励。不是，哎，我还真就不信，就凭他们俩这菜鸟能搞得定白阿姨那只老狐狸。嗯，都听见了吧？他说白阿姨是老狐狸。怎么这话呢？不是，哎，你们都是哪伙的呀？啊，我的意思就是白阿姨真的很难搞定，真的。不信，今儿我把话就给你撂在这儿了。哎。他们两个人要是能够把白阿姨的房子给卖出去，哎，这100块钱请你们俩喝咖啡。真抠你，100块钱太少了吧。那什么，哎，这100块钱先收着，我让你等你输了把你兜里那100掏出来啊。哎，那你输了呢？我们输了。他俩输了，这个月就赶紧给我从花园店走人，没有业绩。没错，听见了吧，陈仁真。卖不出去这套房子，没有业绩，你就从花园店走人啊！店长，我这100块钱先给你了，瞧好戏吧！哼。先生，要不要看一下房子？哎，先生女士，看一下房子，租的买的都有。不用了。哎，先生，这里有几套很好的户型，您看一眼吧。谢谢啊。是啊，我们有几套很好的户型，你看一下吧。看一下吧，没关系的。房还是想要租房呀？哎，您看一下传单。我想买套学区房。哦，学区房有啊，我们有好多。你们能给我推荐一下吗？啊，行，我们这里正好有很多特别好的学区房。你有什么要求？啊，我想要一个，最好是一楼的，带个小院子。我儿子写完作业呀，就想在院子里玩一会儿，活动活动身体。哎呀，这房子太好了。和我心里想的一样，这格局也好，你看全朝阳，我儿子肯定喜欢，是吧？嗯，我跟你说，当初我装修的时候，我可没少花心思，但这里面也有我儿子的意见。你儿子在哪上学呀？他不上学，已经工作了，在意大利，是室内设计师，能干有才华。是，我儿子啊也特别聪明，前几天全市的小学数学竞赛，他拿了1名。小学数学，嗯，啊啊啊，那将来肯定是错不了的。就是。你说这当妈的见了面，是不是就是攀比孩子呀？你就耐心点吧。当了妈不攀比孩子，攀比什么呀？上重点的中学。The day.Fate set us to collide.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.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'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. We can't deny it's real. All my life searching, nowI found you. Thank you.
facing off, then I know love is here. I see you in my future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'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 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. I'm falling in.